瞧什么啊？我瞧你呢。我有什么好瞧的？因为好看。今天你干嘛带着那么多人请我跳舞啊？要是没有今天这么多人，我敢请你跳舞吗？你啊，天底下还有什么你不敢做的事吗？有啊。比如呢？比如说，我一直有好多话想告诉你，但是我却不敢。老七几时回来的？啊，早回来了，三嫂。哎，别走，帮我玩两盘，我正输着呢。那儿不是有人吗？再说你也知道我不爱打牌。无论如何，你得帮我玩两盘。哎，你这是逼我呀！不过有约在先啊，只打一圈，多的可不行。只要你来，打一盘都成。让你们赢我的钱，我可请了一位好枪手来。太好了，老七，你来打吧。哎，我可是听了的啊，三嫂。哎呦，使不得！你们瞧，这白小姐做上手，她做下手，能保证他们不串通一气吗？哼，只要白小姐放牌稍微松一点，那我们可就受不了了。好了，你们玩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表姐你别走，还是咱们一起玩吧。要不你自己上场也可以。人家给你开个玩笑，你也着急？难不成你们还真能串通一气呀？关系好也不在这个上头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就那么没心眼儿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让老七上场呢？我是说桌上老花人不方便，别人上不上场我可管不着。哎呀，老七呀，看来这牌你是非打不可了，要不然刚才三姨娘开的玩笑有人可就要当真喽。哎，这做人真难啊，这世上只有请枪手打枪的，哪有逼枪手打枪的道理。二万。哎，对不起，糊了。表姐，我刚才赢的二十方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怪了，你不问打牌的，倒问我看牌的，我怎么知道有多少番？我根本管不着啊！你输了钱不给钱，怎么想赖账吗？我说了，我已经派了代表全权负责了，要不然我派代表干什么？不说这些个，你给我钱不给？哎呀，真是啰嗦！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又不是打牌的，我怎么知道有多少番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邮政局的，还得帮你们传个信儿。好了，你要不愿意让我看的话，我走就是了。别别别，三嫂，你这七嘴八舌的，把我脑子都说糊涂了。行了，还是您来打吧。来来来，你们打啊，我走了。老七。宋先生啊，这么早，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坐，来坐坐坐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都是起惯了早的人，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了。这把扇子就是清秋今天早上写好的。七爷，您看看，比例弱得很吧？写得好啊，真是太好了。你看。这双修阁主，这别号也好，比那些风花雪月的字儿庄重多了。年纪轻轻的女孩子，什么楼主啊、阁主的，未免太可笑了。哎，前两天他还巴巴的用了一大张虎皮纸，写了“双修阁”三个字贴在门上，让我笑了都好半天呢。原来他还会写大字呢。什么时候我拿张纸过去，请他也帮我写一张。嗨，他那笔大字儿啊，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七爷，您要是有什么应酬的东西，兄弟倒是可以代劳啊。嗯，好。好。好啊。
小朱，最近有什么好电影吗？没有。那个《阴谋与爱情》下片了吗？好，哥哥今天陪你去看一场《阴谋与爱情》，看看他们怎么谈恋爱，看看他们怎么搞阴谋。我不想去。小朱，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 是不是又和燕西闹矛盾了？那是燕西欺负你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马上把玉芬给我叫过来。 齐少爷，齐少爷来了，坐坐坐，您坐，看戏，坐下看戏。 这个呀，是一个传令的兵。不会吧？他头上还戴着一撮黄毛呢，倒像个妖怪。哎，别说外行话啊，这《三国演义》里怎么会有妖怪呢？不是妖怪，跟妖怪也差不多。哎，怎么会和妖怪差不多呢？那是神仙还是鬼啊？ 不是神仙也不是鬼，他呀，代表了阵风。要具体说是什么，我也说不好。哦。好。 先走一步了，哎，这周戏最好看了，为什么现在就走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先回去，车好回来接你们。哎，来，客气客气，请，少爷请，您先请。啊，好，哎，我来，慢着点啊。齐少爷，那我怎么？ 亲戚，你自家的汽车坐倒座，这还是第一回吧？嗯，哦，不是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啊，哈哈。
七爷回来了。慢点啊，七爷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干嘛告辞啊？后面这门通了之后，进了这门不就等于回家一样吗？请。哎呀，那太好了啊，方便多了。